气话。是的，因代班主持《康熙来了》创下高收视的刘汉雅和纳豆，随着蔡康永、小 S 突然请辞节目，他们便与原先的助理主持人陈汉典合体，宣布推出新节目《雅典娜轰趴》。而在拍宣传照时，陈汉典发挥搞笑本领，一下模仿法拉利姐，一下哈林与陈庆上身，连韩国天团 BigBang 都难逃他的毒手。终于蹭出头，正式成为节目主持人。陈汉典笑说，稍早录影时还习惯站在来宾后方，经过阿雅和纳豆提点，才发现站错位置。而他似乎野心勃勃，甚至有了篡位的想法。在康熙呢，也是待了八年嘛。那有句话说得很好，戏棚站久了，这舞台就是你的。所以我撑过来了。尽管才试录第一集，三人早已默契十足，不断互亏自嘲，最后还大爆料，指陈汉典猛开黄腔，辛辣程度简直让人招架不住。那我们之后呢，会陆陆续续找各行各业了，也不排除找这个橄榄球员来开 party。为什么呢？就是一起来开这种橄榄趴。一起啊！你知道吗？我这次在台湾开节目，我感觉就是陈汉典变好黄哦。不是，耶稣乐宣中心特别报道。